Thank you.
表演非常精彩，看到孩子们翩翩起舞的样子非常可爱，而且感觉孩子们现在的这个舞蹈水平啊，比以前这个比去年有很大的提高。两个孩子在这边学了有两年多了，最开始的一年体型比以前要好的很多，比如说以前就很像我一样，就愿意这样弯着腰，这样驼着背待着。那么学了舞蹈之后呢，就是身体上的这种状况就完全改过来了。接下来的学习里面呢，就整个人的气质就有所提高。它的特点呢，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小班教课，老师对孩子的指导呢非常的准确、及时而且详细。这些老师呢是真正懂得舞蹈的一些人，他们本身的这种艺术造诣和这个舞蹈功底都非常的强悍。我觉得这个老师呢对孩子负责认真，本身又非常有功力，所以非常喜欢。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三年了，我刚开始学的是中国古典舞，然后现在也学芭蕾。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敬业，就是老师教学生教的都非常的仔细。尤其是这个古典舞，我们当时是跟那个佘润林老师一起学习，佘润林老师对古典舞的理解是非常的充分的，不仅在理论上对古典舞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而且在就是诠释这个古典舞的艺术上面有他非常独特的这个见解。所以他在给我们练习古典舞的时候，给我们就是说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而且让我们有了很大的长进。伊旦斯在这个方面呢，他的所有的老师呢都有非常高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素养。伊旦斯呢，因为呢他一直坚持都是小班授课，在我女儿的班级呢大概只有平均六个孩子，并且呢就是他们有经常是两个老师在授课，在每节课都可以得到一个足够的 attention。 这对于他们就是培养一个舞蹈对舞蹈的一个兴趣和建立起自己的一个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我和我的女儿这样的学员非常满意。